史莱姆啊，完美。我有带铁吗？没有啊。我回去拿铁，因为需要剪羊毛做床。猫咪，我是为了怕兔子被杀。现在猫这么难驯服哦，我怎么记得以前没有那么难驯服啊？不理他了，烦死了。怀念三子一书，所以现在不是三个啊？不是以前就是三个子再加一个那个皮革吗？我们是活错年代了吗？我铁，然后重带着，好，我们可以出发了。哦，我以为地震呢，刚突然啪一下很大声，没有，是因为那个我的那个，我们家风比较大，朝阳阳，要先找羊还是把羊带回家？甘蔗。看来是要把羊带回家了。开始不用皮革，什么年代的时候啊？我总记得我那时候玩的时候就是要，现在做什么？普通生存，很普通的生存，很一般般的生存。那他们早上会干嘛？对了，
我靠！好的，我没有拴绳了。突然想到说，哎，对耶，我们有拴绳了。头晕，头晕，头晕！等一下哦，现在头好痛。这个我记得不能酸吧？我记得村民，对啊，不能。哎，你干嘛？你没职业？啊，先砍木头。哟，你回来了。啊，我还是没种甘蔗。甘蔗先种一些在这儿。好丑，在种什么？哎咻！我想说，再就要等史莱姆球了，就发现，哎，不用哎。那不然带两只牛回家好了，我们就可以开始。我们那时候实验室的工作了，牛牛，跟我回家，牛牛，挑最近的，一只，两只，想一下哦，靠边呐、啊，我要怎么养？啊，这样好了，来，跟我过来。来，牛牛，这栋就是你们的家，进来。哎、欸，怎么断掉了？哎、欸，少一个，在这。来来来来来，这栋就是你们的家。进来。来，这是牛牛房。那之后再做打算，哈。
继续砍木头。我觉得这个也可以砍啊，反正这个拿来做木棒嘛。那个项目就做木材，完美。那之前胡子有找我说要不要跟他一起玩生存，啊，那时候我又在忙 CWT， 我说过阵子吧，又回去看他的时候，他已经盖的跟之前跟鱼竿玩的规模差不多了，就是当时插火把的方式啊，然后有的没的那种，都跟以前，对啊，不是以前，之前帮鱼竿盖的那些有的没的东西都很像。我想，哇，胡子太强了吧！因为那时候胡子就是都不睡觉的，一直拼了命在玩，然后就荒废了他的频道。这不是农夫吗？所以这个就可以拆哦。想一下，有什么职业比较方便的啊？还有个农夫。我已经想好要怎么把他们移过来了，都想好了。只是这么多堆肥桶要干嘛？石匠是用切石机对不对？八个好了，烧都不知道干嘛。先盖个欢乐园地，快乐天堂。奇怪，他还是没抓到哎，一点。后台右键，哎，睡了。为什么他们可以先睡，我不能睡？
Hello，欸，怎么一只黑猫？等一下哦。我知道酿造台啊，所以我以为会有酿造台的村民啊，结果没有。怎么这个一直查不到啊？抓取中。我查一下哦。哦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！我那时候就在看这个东西。堆肥桶就等下就拆掉了。那切纸机我会做。讲台。看一下哦，这边的村民都不过去，而且他还有职业，为什么？这边还有堆肥桶吗？好玩吗？我知道鱼桶不错啊，我要再查一下鱼桶怎么合哈。它不能看啊，没有鱼桶吗？纺织机、高炉。木桶吧，我记得，木材，不是啊，我还没搬家啊。等一下，我先做那个。哦，好了，你这么喜欢这个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是我这边太低吗？不会长吗？来，最古老的方法。所以那时候巧克力每次都说：“繁星，你的船。”我说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有？知道你一定有。”我说：“哈哈哈，我就每次把身上的床都拿出来放。刚是堆肥桶的声音没错啊，好，那再来换这里，上来，
别急，等等就轮到你了，过来，下去，下去。哎呦！我就想要那个啊，图书管理员跟那个神职人员而已啊。哎呦！还有嘞，还有嘞，还有嘞 ，Hello， 嗯，某人。这里，欸，你是被困住哦。Hello， 我下来，带你去好玩的地方。哎，看，啊，这些村民应该就够了。那我现在把他们围起来。哎咻。嗯，刚这个都做成木棒，好像不够，好像够哎。啊，我怎么通通做出啊？因为我想留一些起来啦，这样子。我还要做萤火，